一年呢，马上快一年了，兄弟姐妹们，咱们直播马上一年了，老乡好，老乡好，你们好，就不说就不说，好的，庄姐，我听你的，庄，你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就听你一个人的，庄，搞个周末庆，周年庆不搞。自然挺好，不要搞那些噱头，每天大家伙来了以后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比什么都强，是吧哥哥姐姐们，不搞那些噱头哈。焕焕承认了，焕焕承认什么意思，你对，就不告诉你，师傅只听妖怪的，是的，清真妖怪说啥，我哎，那你的意思说庄姐是妖怪咯，师傅被八戒带偏了，嗯，是的，我要把八家文化发扬光大。昨晚去偷换换了，你想去吧？还说人家，肯定你憋得难受吧你？你想去捞不着吧？是不是家人们？师傅，我发错了，老乡好，对，是老乡好，不是老乡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魏，感谢您送来的小亲吻。你喜欢画吗？沉默，你喜欢人家吗？给自己找个托词，说唐长老喜欢焕焕，赶紧去连他吧，顺便你也多瞅人家两眼吧，是不是憋得难受？每天有空就来看师傅直播，谢谢你的支持，倩倩，感谢你，感谢。不用担心好与坏，问心无愧最自在。昨天被小鱼刺挠了，那是小鱼该说不说，那相当那个什么啊。唐长老，我是女的哦，你是女的呀，那你就是我的了。我也是啊、哦，好嘞。看直播成电视了，好嘞。嗯，家辉哥支持你，谢谢我心永恒，感谢您的支持，我心永恒，我是 Jaker 啊，我是杰克啊，你是不是肉丝啊？肉丝你来了，肉丝儿，我是杰克。主播说话好幽默。开开心心快快大快快乐乐亲吻大队，庄姐你带个头呗，你要不带头他们都不好意思。师傅抓妖精去吧，不着急不着急哈，女的正好，是的，别说女的了，只要母的都不放过。想换换了，师傅野狼你想人家了吧，我喜欢你啊，我也喜欢你，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老乡去郑州接待吗？你连个粉丝牌都没有加，还说是我老乡，哪个老乡没挂咱们家粉丝团啊？一毛钱咋得也加个团不？师傅都学坏了，我跟你学坏了，花开花落，辉哥我的人呢、啊、必须的。谢谢庄姐，感谢庄姐送来的小亲吻，谢谢我们的笑笑送来的小亲吻，感谢，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萌凡送来的小亲吻，谢谢，感谢，谢谢我们的白羊送来的泼辣鹅，不是小千纸鹤、谢谢大家的点赞，兄弟们，欢迎我托天大哥，谢谢我们的宽窄生香送来的花开富贵，谢谢我们的随风自在送来的亲吻，太幸福了，兄弟姐妹们，感谢大家送来的支持，泼辣鹅子，对。
先来点点赞，家人们啊，先把赞突破十万，下午呢咱们着重点点赞，兄弟姐妹们啊，等等那些上门的小妖精，师傅咱们出去捉妖吧，不着急，大孔孔大二，待会儿就有妖精上门了，我准备做一个姜太公，让他们自动送上门来，送上一个霍霍一个，去找小鱼调戏你，你想调戏人家吧，英哥，你是不是没事都看他直播，去调在直播间里调戏他，你真的是厉害了，主播，我咋厉害了，难道你尝试过，花儿更是为我开，本年的小姐姐，你师父坏蛋，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没有十万不出门，说的太对了，没十万不敢出门，吓人，家人们，妖精们一看你的点赞那么少，他欺负咱们家没人儿。谢谢大家送来的粉丝牌，感谢上榜的家人们，家人们上人了啊，给咱们榜一榜二榜三来点点关注，咱不挑，是不挑不挑，谢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逍遥子送来的破辣蛾子，感谢逍遥子送来的破辣蛾子，很看好你，我也看好你，跟我们老大学坏了，你们老大谁啊，花家的兄弟是吧，几点开播的，我来晚了吗，你没来晚，坤宝不早不晚，你什么时候来都是最好的时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现在点赞双倍，对，那叫蝴蝶啊，那破辣蛾子，下午好，下午好，十万了吗，顶员，顶员我一看他着急了，他提醒我十万了，咱们走吧，十万了，家辉哥嘴巴很好看，谢谢我们的快乐女神，谢谢你的夸奖，又来看师傅直播了，感谢你捉妖精吧，什么时候捉妖去，好，可以出去玩了，你们比我急呀，兄弟姐妹们，你们比我着急啊，先找谁，大家给出谋划策，大家说咱们第一站先去谁家，先去看看哪个爱妃去，可以开场了，是的，石头哥，先去看哪个爱妃，爱妃欢欢换换小鱼，换换小鱼，好像这两个投票率挺高啊，这两个，你们对他们情有独钟啊，打野去，不行啊，野区妖怪降不住，野区的妖怪太吓人，弄不好就被他们给降了，家人们，真的，家人们，唐长老太帅了，谢谢我们的天涯，西休假一天啊、好的，干娘不好看，干娘多好看，老说人家干娘不好看，多好看，说人家不好看，不好看的，漂亮，我感觉干娘是最好看的，跳个女儿情美女，跳女儿情的美女啊、好，快找换换，弄个妖精玩玩，懂你说话太粗鲁，适合我的口味，出门干活吧，好，多少赞了，家人们，多少赞了，现在是双赞，家人们，咱们再赞一赞，15万，稍等片刻啊，兄弟们，咱们要出门了，咱们要出门了，找一个新朋友吧，
好久不见呀。哎呀，这弟弟哥哥，这啥造型啊？这是什么时候造型？就正常的造型呀。不是，谢关注。哎呀，这啊，可以，兄弟们啊，这我都不好意思了。弟弟哥哥都不好意思了。不是你。兄弟们，名字也好啊，叫希望，给你们带来了希望，给你们带来了啊，好，喝口水啊。弟弟哥哥口干舌燥了吗？哎呀，挺住，我是个老实人。老实人都玩什么呢？老实人一般都配合你们玩，你们想咋玩我就咋玩。老实人会跳本草纲目吗？老实人不会跳，老实人就会俯卧撑跟仰卧起坐。那你说就20个好不好？嗯，可以吗？主要是一个人也不方便做啊，得有人配合呢。那你一个人方便做什么呢？一个人，一个人就方便都行，反正都行，嗯，自己克服一下也能做，也能做，嗯。20个蹲起也可以。好嘞。嗯嗯，这个希望姑娘平时都是以跳舞为主吗？是的，是的。一般直播都是这个造型吗？我刚跳完舞，所以我就站着播呢。哦，我说我以为你就是一场直播就这一个造型呢。啊，那不是，刚跳完舞，该说不说，我正好接一下。挺撩人呢，这个造型。够用了。够用。但是你不要伤害我哈。好的好的，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不会欺负老师。带着凶器来的，不要伤害我。你不要暗，你不要暗杀我。好，那我们开始吗？不着急，唠唠呗。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我能轻易放过你吗？现在，也就是你敢接我的麦，他们一看我来了，撒腿就跑。为啥呢？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们说你杀伤力太大了，我们顶不住。你看着我不害怕就好了，我是不会怕你的。其实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慌。嗯，还是有点怕怕的。是不是？不是怕，激动。啊，激哪个动？哪里动？哪里动？你动我就动。哪里动？兄弟们，哎呀！他说他激动啊，家人们。对，那儿。访问哥哥。你不动，我就不动。你一动，我心动。心动了。对。好的。玉帝哥哥动凡心了，不是这个，我没有动凡心。我是带着你们，就让大哥们养养眼。我这看不看无所谓，我啥妖怪没见过呀？我还玉帝哥哥已经两眼空空了。对，我还差着一个两个的。那你这，但是这个真不错，这家人们。嗯，好，这个好。那你输了能给我们跳一个《本草纲目》吗？啊，我这裙子可以给你跳个其他的。跳啥呀？你说本草纲目得换衣服，因为我穿的是裙子嘛。你一般跳什么呀？我都可以，除了长那个加特林和长安城我都可以。你能不能给我们跳一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这个还真不会。哦，你可以教我吗？我不会，我就想看看你咋跳的。啊，那能不能，这个还真不会，浪起来呢。我去学一下。啊，好嘞。嗯，那你就给我们跳一个《夜上海》什么的，适合不？好，这可以。哎，这《夜上海》哈，这可以有。可以。
可以有。我输了呢，我表演个啥？你输了，你给我们表演一个，你表演一个被妖魔鬼怪迷了眼的玉帝哥哥，迷了眼，情难自已，对，被诱惑，情难自已啊！不要。施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是这个意思不？啊，是这个意思哈。嗯，差不多。不，妖怪不，不要，不要，不要停，不要，不，走开。你给我走开！嗯，对，就这是这个意思哈。对，差不多，差不多，这是话和尚。是的。挺好，挺好，家人。可以，可以。嗯，可以哈。嗯。啊，行。可以。嗯。过程还玩了吗？过程就拉票吧，我这是开播第一局，我们就拉票。我也是刚刚开播。我一看希望姑娘在，我就我的啪，我这找你好几天了，说实话。其他的那些我都不想连，我都一连到他们我就感觉哎呀不行，挂，我就看到你我就点他，这么好呢，怎么好。那我们来吧。好嘞，过程就不玩了哈。好，过程闭麦拉票了。哎，好嘞。好的。谢谢关注。哎，好玩吧？闭麦了啊。来。于西咋办？于西不是你的吗？谢谢家人们，感谢大家啊！谢谢我们的不忘初心，感谢好哥哥、好姐姐们的支持。第一把，家人们，第一把，见一个爱一个，那是，谢谢笑笑，谢谢白羊，感谢咱们家笑笑，你不会建议吧？我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谢谢大家的点赞，家人们呢？谢谢志哥的棒棒糖，马总来了，欢迎马总，感谢马总，你真是个师傅，那必须的。这个和师傅配合的好，不光配合的好啊，主要是这身条是不是咱们见过最那什么的，最那什么的一个。兄弟们，咱们要赢了才有福利，咱要赢不了的话，就该咱们了。多多啊，谢谢多多啊，谢谢您的比心。有没有哪位路过的大哥大姐，咱们豪横一把，洋气一下，家人们，咱们灭了对面这个希望，咱们看他表演节目。原来唐长老在《西游记》里是装的，现在我改邪归正了。对面北电的会玩哦，高材生啊，跟我有一拼啊，我是中央戏曲学院的。谢谢我们的宽窄生香，家人们送一个小心心来完成加成卡好不好？送一个小心心来加成一下，家人们啊，送一个小心心，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拜托各位兄弟姐妹，咱们送一个小心心等等加成。好嘞，加成开始了。咱们有加成，哥哥姐姐们，有眼镜咱整个眼镜，有礼花筒咱整个礼花筒，有气球大炮的咱们轰炸一下，才有十来秒钟加成就要正式开始了。兄弟姐妹们，为了咱们的福利冲一把，为了咱们养眼的表演，兄弟们准备好向对面开炮。谢谢上榜的哥哥姐姐，现在咱们有加成，有眼镜上眼镜，有礼花筒整个眼镜，谢谢咱们石头哥的支持，万箭齐发，兄弟姐妹们，有大炮飞机的咱们炸一波，
谢谢咱们托天大哥，谢谢我哥的支持，谢谢我托天哥，谢谢谢谢您的演技，感谢哥哥的助力，谢谢，感谢海之蓝，谢谢海之蓝的支持，感谢，谢谢兄弟姐妹们，有画面了，哥哥姐姐们有画面了，有跑车的话，咱整个桥跑车也行，家人们，谢谢大家啊。谢谢倩倩，感谢您的演技。兄弟们还有十来秒钟的加成，谢谢托天大哥，感谢哥哥姐姐们，咱们能守的话咱们要守一守啊，家人们，万一对面给咱们扑拉一下给咱秒喽，对面一般小姐姐都有大哥，嗯，家辉这个媳妇儿中啊，老乡你也想中了，兄弟们能守的话咱一起来守一守，有个小花小草小眼镜小飞机的小跑车，咱们一起来守一下，家人们，开门大吉，石头哥给力，石头哥奥利给，还有十秒钟，多多少少守一下，家人们，欢迎我酷酷哥回家，感谢酷酷哥，谢谢我哥，谢谢我哥，谢谢我哥的支持，感谢。谢谢酷酷哥的鼎力支持，谢谢我哥，谢谢酷酷哥，谢谢托天哥，谢谢石头哥，谢谢宽窄圣香，谢谢多多啊，谢谢海蓝，海之蓝，谢谢于诺诺，谢谢倩倩，谢谢好运自然来，谢谢我马总，兄弟们，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但是感谢咱们上榜的大哥大姐们，您的鼎力支持。为咱们榜一酷酷哥点点关注，谢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哎呀，有些激动，兄弟们，有些激动，终于胜利了，哎呀，不得了，开始吧，咱们，厉害了，开始吧，啊，开始我的表演吧，好的。太会了，这个我演点啥嘞？太会了，跳个舞还是啊？可以，还是刚刚你说这？我刚才你扭这两下，我已经看出了你深厚的舞蹈功底，是不是有点舞蹈功底是吧？对对对，舞女泪你会吗？哎呀，这又是个大活，兄弟们，那要不然这样吧，咱好舞女泪行。半手就可以哈，半手。嗯，哎，我也学一学，我也学一学，偷点师学点艺，跟玉帝哥哥学一学。哎、别闹。就穿这个跳是吧？可以，穿这个就可以。还得搞点反差，你说说，兄弟们。对，玉帝哥哥跳舞女泪，这样多有看点呀，是吧？就是等于，玉帝哥哥改行了呗。是吧？哎哎，玉帝哥哥拿着这个红扇子，越发的帅气了呢。玉帝哥哥已经堕落到凡尘了。姑娘们，接客。一步踏错，终身错。下海半步为了生活，无语也是人心中的痛。
道这是你注定一生在那风尘过。半路摇呀摇，搂搂又抱抱，人歌早已酒中泡，夜夜弹够叉叉 Rumba rock and roll， 谁叫我是一个舞女。我觉得我要下岗了，就一段吧。哎，可以可以，我怎么觉得我要下岗了呢？哎，你跳的那比我跳的刺激多了。不愧不如呀，玉帝哥哥。哎呀，啊，你还有一是吗？多好啊！你还有什么绝活吗？这造型怎么又上来了呢？喜欢吗？嗯，不，换衣服更好。不是喜欢，是饿了，馋了。咱俩是不是也合作个小节目啊什么的？可以呀。这个，要不然咱俩来一个，我扮个角色，咱俩也展示展示。你来扮个舞。我来当国王吗？国王也行啊，古典的合适不？可以。要不然我就来一个什么心头肉。啊，心头肉，女儿国。或者来一个西门庆的眼泪，这样吧，我扮演一个西门庆吧。我就扮演那个帘儿是吗？都行。我扮演大郎吧。你扮演莲莲吧。我扮演莲莲呀。对，莲莲主要是比较符合你的气质。啊。对，我演个西门庆，你整个莲莲，对，挺好。我整个莲莲，白色的出来。哎呦妈呀！换衣服。你这个发型是真的剃了吗？是啊。哇，这真的是个艺术现身了。哎呦，这大哥，被艺术现身了。不是现身了，被妖怪薅没了。哎呦，玉帝哥哥，吃了你的头发可以长生不老吗？吃了头发不行。头不行。吃了腰子还行。你可以把你的腰子送给我吗？行，外腰还是内腰？你在演啥像啥呢？就戴上这个立马就没有就。想搞个外腰啊，还是内腰啊？嗯。外腰是啥呀？外。不太了解是吧？我有点不懂外腰是什么呢。那算了吧，那叫内腰可以吗？改天我偷偷的告诉你啊。好嘞。对，兄弟们，咱们来一个歌舞升平给大家啊，来一个大官人的眼泪送给兄弟姐妹们。我的扇子还没有到。准备好了吗？好嘞。庆庆可就来了。来吧，庆庆。莲莲。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莲莲。庆庆是你。Thank you.
欢人，我喜会流泪。哦哦哦，喜欢情的眼泪是谎言的滋味，为了得到恋妹妹用生命赎罪，就算见了鬼门关他也不后悔，宁在华夏死我也要风流他一回。我的大官人，我的西门庆，为了金莲妹妹爱你丢了性命。我的小金莲，我的金莲妹妹，哥哥为了你可以不要性命。这样叫人家，庆哥哥，你在舞神吗？不要吓唬我。啊，庆哥哥，你睁开眼睛。我一直睁着眼睛呢，我。啊，我不信你两眼空空。空什么空？早就不空了。太有内容了，真的，雨滴哥哥就太有内容了。哎呀，你是如何切换的呢？一秒斯文，一秒色狼。刚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失礼，失礼，失礼。嗯，雨滴哥哥是你吗？企业文化，你别老是见一个就让人家亲一下，见一个就让人家亲一下，不好这样。唐僧是个人才，点我，点你，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也想点你，咱俩互点吧。你这一边脱衣服一边说点你，辛苦了，辛苦了。哎，没事儿，主要是对面配合的太好了。跳得太好了，家人们，跳得大家开心就好。对对对对，跳得真好，主要动作家人们可以忽略啊，动作可以忽略，主要是为什么好，身材好比什么都好。这个人家都说一白遮三丑，兄弟们一大遮所有。道具太多，道具是很多啊。他们说你道具很多，哎，下次我们再来展看一下玉帝哥哥的其他绝活，好吧？好嘞，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走了，下次再合作。哥哥走啊！不再玩会儿了，怕这身体消受不住呀。也是，最近身体欠佳，对。要再玩一次吗？我们师傅用放大镜，算了，笑笑，这还用放大镜吗？就这身材放大吗？还用放大吗？啊，用放大镜，那眼，那还能拔得动吗？那眼睛？这个僧人太色了。什么就太色了？不是，我是太浪了，我是。谢谢大家，感谢家人们啊！哎呀，挺好。那我就走吧。辛苦了。哎，没事，咱们改天再连。谢谢希望姑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好嘞，你也辛苦了。我会记住你的。好的，那一定。你永远在我这里。最近待我掐指一算，命里缺你。最怕出家人讲情话呀！天哪，家人。不是讲情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好嘞。对。是真心话。哎，好嘞。以后尽量不要让我看见你啊。好的呢。
因为看见你一次我会喜欢一次。对，走了兄弟们，咱回家了，恭送陛下回宫。到此了，陛下。陛下慢走，回去吧，别送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啊，下一个小妖精等着我呢。再见。好累，可能下一个小妖精就是我，我又来了。好，再见。哎，拜拜，再见。哎，都舍不得挂了，兄弟们，他是不是已经爱上我了？舍不得挂了，师傅气泡音，气泡音啥意思？哦，你是往我说话的时候，搞点气泡音是吧？还是野生的好，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连对了，兄弟们？这个可以啊。冰美人玩玩，玉帝哥哥留下来嘛，就这你不留吗？反正我想留下来。这个可以多练练，可以，没问题。兄弟们，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你们放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冰美人找不着，打野纯属娱乐，对，纯属娱乐，兄弟姐妹们啊，开心快乐，开心快乐，哥哥姐姐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开心快乐最重要。师傅福袋，你受苦了，还行，没事儿。什么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跟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咱们再去寻找寻找下一个。现在怎样？夜深人静时，是否把我想？不着急，家人们啊，我来看一看。月亮恰似你那甜。连阿西他没有开播啊，他也没有开播呀，家人们。你好，你好，这是赵岩峰哥的亲吻。对，所以这个这么热吗？对，我就很热，我的房间特别热，全家都挺热的。所以这样穿比较凉快哈。对对，但是也比较热，主要是天气比较热。哦，嗯，衣服穿反了没有吧？没有啊，对，这个心是在前面的，代表着。我跟我们家大哥心心相印，哦，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嗯，对。他们说后面穿前面，前面穿前面，后面更好看。这个你好，小姨，小姨姐姐是吧？对，你好，你好。这个名字好，小姨你好，嗯。你好，你好。阿姨，不是大姐。小姐姐好。你好，你好。以平时是以舞蹈为主吗？对，我记得你跳舞也很厉害的，要不咱俩谁说了来个舞蹈，咱俩就以舞会友呗，就是这意思。嗯，你平时跳什么舞？我跳啥都行。我是以钢管舞居多。嗯啊，我不跳，我不会钢管舞。刚好你要说了你来个钢管舞。钢
但是我管这两天卸了，估计今天跳不了。嗯。嗯，那你来个炸雷。行。好吧。只要你喜欢看，我就跳给你。谢谢哆啦 A 梦。好的呢。那不知姑娘能够跳个什么舞给我们展示展示？我可以给你们跳现代舞，也可以跳古典舞。啊，现代舞。嗯，就你们想看什么？哦，可以，可以，可以。嗯，能跳一个什么像《舞女泪》啊什么的，《夜上海》那种的。嗯，都可以。也可以哈。嗯。还有肚皮舞也能跳吗？可以，肚皮舞可以。肚皮舞也会啊？我不会。这个可需要功力。主要是我没有肚子，你看吧，我没有肚子，跳不了肚子舞。腰太细了，主要是估计跳肚皮舞是有点局限的，是吧？对，甩不起来，就是。嗯，对，肚皮舞一般的肉要多一点。对，没错，你还是挺懂行的。对，因为我研究过嘛，我一般对肚皮舞情有独钟，看一次就难以忘怀。哦。哎。那我要说的话，你们跳一个舞蹈，我跳就是了。行，咱俩都跳舞，好不好？哎。好。那我就重连你一下。好嘞。嗯，谢谢毛毛，感谢毛毛比心，你看我闭麦了。哎，好嘞，好嘞。嗯嗯嗯。这个再聊会儿。现在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这搞得我有点害羞啊，兄弟姐妹们。发福袋，对对，给大家发福袋，家人们，4000人了，给咱们瞄准咱们榜一来点点关注，家人们啊，瞄准咱们的榜一来点点关注，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谢谢。害羞了没？没感觉。我害羞，害怕。谢谢我酷酷哥，感谢咱们家酷酷哥的支持。酷酷哥够意思，感谢哥，感谢哥。谢谢酷酷哥给的画面，谢谢。兄弟们，咱们人多力量大，人多力量大，能帮一下，咱们一起来助力一下，家人们。发个小福袋，大家伙儿来参与参与，谢谢我们神秘人啊，感谢神秘人送来的支持，感谢感谢。来吧，哥哥姐姐们，咱们看能不能送一个小心心来完成咱们的加成卡，送一个小心心来完成加成卡。家人们还差50位团成员，家人们送一个小心心来完成加成卡，加成卡完毕之后咱们就有希望了，家人们还差30人，送一个小心心，哥哥姐姐们拜托拜托，看看这一把能不能赢他一下。还谢谢托天大哥，感谢哥哥的支持，谢谢。下面给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点上关注，特别是我们的榜一、榜二、榜三，咱们一定要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的花艺娘子，加成正式开启。咱们现在有加成，哥哥姐姐们能帮衬一下的话，咱们一起来助力一下。谢谢我酷酷哥送来的皇家礼炮。兄弟姐妹们，把咱们家酷酷哥抬起来，一起点点关注，谢谢我庄姐的支持，谢谢庄姐，
谢谢石头哥，把石头哥也抬起来，家人们，太够意思了，感谢家人们的助力。想看肚皮舞是吧？好，还有一分钟，家人们，还有一分钟，能帮衬一下的话，家人们一起来搭把手，咱们一起来守一守。有眼镜的话，咱守个眼镜；有热气球，咱整个热气球。谢谢我们的流年。有跑车的话，咱整个跑车。哥哥姐姐们，拜托各位大哥大姐，咱们一起来助力助力。谢谢我庄姐的支持，感谢庄姐。谢谢石头哥的鼎力支持，感谢石头哥，谢谢。最后对面是不是要给咱们来个狠的，把咱们秒了？谢谢我们锋芒。所以说哥哥姐姐，咱们谢谢平常心，守一守，能守的话咱们一起来守一守。谢谢平常心的支持，感谢。还有二十来秒钟，拜托各位上仙，咱们一起来加加油。谢谢我红杰红大哥，谢谢杰红大哥。谢谢宽窄生香，谢谢哥哥的支持，感谢我哥。That's how we do it, yeah. 防着他的抖音一号，家人们能守的话，咱们一起来守一下，一起来守一下，兄弟姐妹们。谢谢平常心。兄弟们，福利终于来了，感谢咱们上榜的家人，谢谢我酷酷哥，谢谢石头哥，谢谢宽窄生香，谢谢托天大哥，谢谢花艺娘子，谢谢平常心，张杰红大哥，温柔中的锋芒，还有神秘人，还有笑笑，感谢咱们上榜的家人们，感谢大家。家人们瞄准咱们的榜一榜二榜三，一起来点点关注，谢谢兄弟姐妹们。那方便的话，咱们打两个字，拿下。我帮你，但是欢迎腾飞哥。那我给你跳吧，你想你们想看什么？是不是你们家人也等着你跳舞呢？他们都不管我，就要跳舞的话，他们都不管我。我管你，只有我心疼你。没事，阿姨，不是小姨，小姨你是最棒的，你也是最可爱的。也是我见过穿的最凉快的，穿的好凉快。以后我能向你学习吗？能。我这里三层外三层，我太热了。都想看我。嗯。来，那你们说吧，想看我跳什么？嗯。你平时喜欢跳啥？最拿手的。最拿手的。我给你们跳个嗨一点的吧。嗨一点的好，嗨一点行，嗨起来是吧？哥哥姐姐们，对面要跳舞了，按耐住你们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来了。
了好了好了，再跳下去没命了。没了。嗯嗯，对。太快了。快吗？那吓死我，慢点。慢点，慢点好，慢悠悠的，温柔一点。嗯，好。跳的真好看。哎，这你还好吗？嗯，还行，还能挺得住。如果再跳下去的话，不一定丢。有点抓狂的感觉了，就。还好，我挺。嗯。行。咱俩还合作一个不？怎么合作？就是我来唱一首，咱你能唱歌吗？我不能。哦，都是以跳舞为主是吧？对，我唱不了歌。哦，行，那有机会咱们俩合作一下吧。好，好不 好？等我学会唱歌了。好，谢谢你精彩的舞蹈。嗯，没有没有，应该的。对。那我们下次再玩。你要走了吗？对，我要走了。不留点啥再走吗？那啥呀，我太热了，我得先回去凉快凉快。是冲个凉吗？嗯，对，我先回去凉快凉快。好，恭送陛下回宫。那我们先走了。哎，拜拜，好嘞，再见。拜拜。回吧。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行，这个行不行，家人们？太年轻了，放不太开是吧？太嫩了。谢谢静，哎呀，静来了，静，多谢静的亲吻，静。静，你不要误会，静，刚刚都是逢场作戏而已，静，你不会怪我吧，静？不行，不上道。挺好了，家人们，挺好了，跳的已经可以了，嗯，已经可以了。不是你的菜，啊，那肯定是你的菜，妖气不重。跳得好啊，主要是穿的也好看。嗯、虽然静，我知道你又给人家一个亲吻，就是意思是不是让我收敛一点啊？静，你放心，我会听你的话的。于西带进。师傅要还俗了，没那个想法。嗯，我呢主要是谢谢静的支持，感谢静，我主要是替大家把把关，家人们，我看不看都行，我替你们把把关。谢谢静，感谢静的亲吻，感谢静，家人们给咱们榜一榜二榜三来点点关注，没有关注主播的话也来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其实我是一个老实人，家人们，我扮演的是唐僧，我是一个老实人，每次出门都害怕，就是替大家去降妖除魔。于西开播了啊，佩仪也开播了，欢迎我酷酷哥回家，感谢酷酷哥。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谢谢酷酷哥的支持，感谢。有请下一位患者。每次连我的时候，我都在跳女儿情，这怎么？把那个音乐放出来。把那个音乐放出来。正好在帮他放女儿情，然后我看到玉帝哥哥了，然后我说不行，我得接一下。陛下，
今天穿的真带劲。是吗？是吗？这小身材不得了了，兄弟们，你得有1.8米不？我大概1.9米，腿长1.8米。你别吓唬我。真的，走。对吧，你别这样，你别搞那个踢腿动作，我们这家里人受不了的，你知道吗？好，他们都说冰美人，冰美人，我说找找冰美人，来看看冰美人在不在。嗯，冰美人在。今天这是换造型了哈。啊、今天这个造型。没有，就穿了一个这个衣服，他们说这个衣服有点点显老气，你觉得老气吗？不显老气，显身材。是吗？但它有一点点宽松。就这还宽松呢？再紧都崩线了吧？有一点点宽松。嗯，不宽了。这个衣服适合跳什么舞蹈啊？这个衣服适合跳女儿情。哦。要不然咱俩先合作一番，你感觉怎么样？咱俩不是上次合作过了吗？上次没有合作女儿情啊。这么快就忘了？上次没有女儿情了。对啊，上次合作了个女儿情。是吗？有，你看他已经忘了。主要是妖精太多了，妖精太多。今天就忘了。那今天来一个那个什么，给大家合作一个，何必西天万里遥，可以吧？这是啥呀？这是一首歌吗？还是？哎，对。嗯，可以。好，兄弟们，咱们先欣赏一段，好不好？先欣赏一段啊，也是《西游记》的一首主题，这个非常适合你的气质。陛下，请。谁卡呀？是我卡吗？听不见我说话吗？听得到，听得到，但就是唱歌的时候特别卡，我不知道是谁卡。他们说你卡。不卡呀，很顺溜啊。你那卡了。很顺溜啊，浪费感情啊，家人们。唱半天了，对面无动于衷啊，不行啊。不是，我在这儿看的特别卡。杀伤力不够啊。嗯，应该是。你是不是找理由啊？真的，你看看我们公屏上都在那儿说对面卡了，对面卡了。我们家一点也不卡，估计你是电脑直播的问题。嗯，应该是我卡。现在还卡吗？现在不卡了，现在不卡了。哦，那说明一个问题，一表演才艺就卡。我不能表演才艺，也不能唱歌，一唱歌就会卡，所以说咱们俩就来一把吧，谁输了谁表演吧。好像咱俩不适合一起合作节目啊。啊，行，可以。啊，一人来一个比较不错，是吧？一人来一个，那玩啥呀？不是，我说咱谁输了谁就来一个，你说吧，让我干点啥？好。你输了你也来一个才艺啊，他们说你多才多艺。行，没问题。你输了给我们来一个那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会跳吗？好，可以。会是吧？瞎跳呗。那是就是广场舞是吧？不是广场舞，那个舞蹈可以，挺好的。好，可以。
对面看很清晰不卡，这边看对面不清晰卡，那应该是我卡。终于找到原因了，终于找到原因了，找到原因了，看到你一点也不卡我们这边。嗯嗯，你们那边看的我不卡是吧？对，不卡。那就开始吧，咱们。是我卡。好，闭麦吧。哎，好嘞。东北大秧歌，是东北大秧歌，跳起来美，这个衣服也比较适合家人们。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感谢点关注的哥哥姐姐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我们的花艺娘子，感谢，再次谢谢咱们榜一酷酷哥的鼎力支持，谢谢我们的花艺娘子，咱们榜二，还有我们的平常心，还有咱们的袁静。男人都跑到对面去了是吗？是兄弟们，所以说我是个好人吧，谢谢七七，我要为我们大哥们来谋福利，为哥哥们来找一些不一样的小妖精，嗯，让大家一起来养养眼。哎，他那边看你特别卡，估计什么原因呢，家人们啊，就是因为是这个他对面是电脑直播的问题，电脑直播。小唐，你六根不净啊！别说六根不净，哪个都不净。谢谢咱们锋芒的支持，感谢锋芒送来的眼镜，感谢锋芒，谢谢你，谢谢。估计打不过对面，没事，高天流云，咱们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谢谢我喜哥的支持，感谢喜哥。我用小号看一下，家人们啊，还行啊，不太看啊。对面个子真高，对。感谢咱们上榜的所有的哥哥姐姐，谢谢我们的花艺娘子，感谢你的支持，谢谢我喜哥的千纸鹤，感谢喜哥的鼎力支持，谢谢。是卡吗，家人们？是把人卡走了呢？还剩3000多人了的。谢谢我们邓州月亮，谢谢我哥，感谢我哥的支持，谢谢。不卡是吧？哦，咱这边不卡，那就行，那就行。掉了1000人，是啊。跑对面去了，对面人数也没增加呀。谢谢咱们邓州，谢谢我哥，谢谢我哥的支持。还有30来秒钟，兄弟姐妹们，还有30来秒钟，能帮衬一下的话，哥哥姐姐们，咱们一起来守一守，看看能不能拿下对面这个小娘子。谢谢我们的执迷不悟，谢谢您的演技，感谢执迷不悟，谢谢你，谢谢。搞得唐长老坐不住了，是一说卡我就得，兄弟们，我搞不太，谢谢我喜哥，谢谢喜哥的支持，感谢喜哥，有希望，有希望，家人们，有希望，有希望，还有最后的10来秒钟，哥哥姐姐们能守的话，咱们一起来守一下，咱们又有希望可以看到舞蹈了，家人们，又有希望可以看到舞蹈了，谢谢咱们白玫瑰，感谢玫瑰的支持，谢谢玫瑰，哎嘿嘿嘿嘿嘿嘿。漂亮，家人们，
谢谢喜哥，谢谢花艺娘子，谢谢邓州月亮，谢谢白玫瑰，执迷不悟，七七温柔中的锋芒，看猫钓鱼，谢谢上榜的家人们，谢谢大家，感谢兄弟姐妹们的祝福。又是一动不动，是的，咱估计是卡。Hello。哎呀，你是不是卡？玉帝哥哥呀，对，我不知道为啥，今天这么卡。我们都卡掉了1000多人了。你赶紧跳个舞，挽回一点吧。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你赶紧。那个、歌叫什么？对，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你赶紧让我们欣赏欣赏吧，要不然。我憋不住了都，掉人了，为啥？那是砍了没？这个音乐特别好听，非常适合你的气质，让我们一起浪起来吧。我还没听过呀。没听过这个大秧歌的感觉，非常适合你这个碎花衣服。谁唱的呀？第一个就行。快四班。第一个是快四班。第一，刘晓唱的，对，就这个。是不是这个？对。这么快吗？啊，等我找个慢点，这有点快。好，就这个吧。行嘞。我的妈呀，这怎么跳啊？小鱼开播了哈。大姑娘倒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台阶穗儿，微风轻吹，不错，跳的还行，好看。我东瞅瞅，西望望。这个不好玩，跳得好玩啊，一面一面起舞是吧？照得我是好心忙，扭的心里直突突。哥，你突突了吧？我还行，我能挺得住。好嘞，漂亮，可以，跳得行。等我有下播去看看网啊。好嘞，你估计你调整一下吧，好吧，我就走了啊。好。好。好，拜拜。对面一卡也会影响咱们这边。虽然咱这边不卡，哥哥姐姐们，但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感谢咱们上榜的家人们，挺好看的。企业文化又忘了，不好意思哥，以后不行哥你替我上。掉了1000多人了，是啊，但是那个没关系，没看到大白腿。张哥你期待着大白腿是吧？哥你放心，你就在这待着，咱们找下一家，肯定让你看个够。是否需要小板凳不？不需要。谢谢我们的静静，谢谢我们静，感谢静的亲吻，多谢静给的支持。张哥，挺住，即将登场一个大白腿。
这个好啊，这个挺带劲啊，哎，说话还好呢，家人们，要是你听听他说话，哎，啊，哎呀，好多汗水啊，嗯，妈呀，嗯，哎呀哎呀，谢谢，嗯，你叫啥呢你？你跟着我叫啥呢？我叫我的，你叫你的，你跟着我叫啥？学你啊！干嘛要学我？不是你为啥要叫呢？我都纳闷儿。一来以后，你为什么要发出如此不堪之声音？你是不是在勾引我们？勾引我们？我是个舞蹈主播，我得跳舞，跳舞得累，累了是不是得喘气儿？你累了你不喘气儿吗？累了我不喘气啊！你累了你不喘气儿了？对啊，我不累。那我也喘，我喘气儿了。不累也喘啊。对。那你不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呀？兄弟们，给我把子轩哥摁住，摁住他！怎么一看到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位大哥，一看到你就想打你，一看到你就飞机保时捷的上，真的是。子轩哥，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呢，你等会儿啊，别急，等会儿。子轩哥，你是不是吃醋了哥？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我每天都来连于西，你是不是吃醋了？你说实话。他是觉得我们就没有赢一把你，你想要赢一次你。昨天我们别骗我了，肯定是吃醋了。我们下播之后，我们群里就在那儿商量着呢，商量怎么今天收拾你，把你炖了。还收拾我？子轩哥一说，这个和尚又来了，又调戏我家于西来了。于西怎能让他看？他只能是属于我的。他不听话。嗯，要跳给我一个人看。嗯，金儿哥，你若输了，咱们还是昨天那个，我就想看你，就想赢你一把，然后让你跳一个妖娆的舞蹈。我先把这个看了。跳啥妖娆的舞蹈啊？我又要跳啥？夜上海呀。嗯、夜上啊、哦，夜上海可以。嗯，没问题、嗯。我呢？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这是什么造型？你先给我说说。我今天现代装，就是于西。今天谁也不是，就我自个儿。哦，就现代装是吧？嗯。好，现代装。舞女泪啊！要不来个串烧，舞女泪加夜上海。我再给你唱，我再给你跳一个么么哒，我都把我所有会的都给你跳一遍呗，你的意思？这个倒不至于，我们也不一定能赢，也怕没这条件。那就跳一个就行了呗，那还挑三拣四的，还搞那么多，你说。那就夜上海，我觉得夜上海好看。昨天欠你一个舞蹈，对，忘了啊？啥？昨天还欠我一个舞蹈呢。是谁？谁提醒的？是谁？是吧，家人们？还欠一个惩罚呢。昨天说，哎呀，不行，我太卡了，我得走。明天我一定把这个舞蹈补上，补起来吧。咱这个，嗯，谢谢大家提醒我。嗯，有这回事儿。那必须得有这回事、那我完了之后，如果我输了，如果我赢了，我就和你一起跳；我输了，我就跳两个就行了嘛，我就惩罚两个。嗯，可以。啊，那都不要跳两个了。你说你是唱《夜上海》嘛？唱一个，跳一个吧。嗯、啊，行，子轩哥，你停，你停。轩哥，你干什么？轩 哥，你停，你别着急。哥哥，你不要这样揍人家！还没开始呢。哥，留着点子弹吧。天天的，留点子弹吧，咱们真的能不能赢一回吧？我们就使出我们所有的奶气，哦，不是，所有的力气，吃奶的力气，减身奶气啊！谢谢，没意思，你啥有意思？平原，你说啥有意思？啊，兄弟们，你若输了就是跳夜上海，我赢了，我就和你一起，相当于就是你输了干啥有意思，我和你一起跳，明白吧？啊、哦。然后我若输了的话，你罚我唱一个，跳一个，是吧？还是先跳吧？你们是不是憋不住了，家人们？你是不是憋不住了？那我们听大家的吧。要么就是我先跳，其实我觉得等一下跟家辉哥哥我们一起两个人一起跳夜上海更有画面感，你们觉得呢？一起跳还是带现在跳？我们家人说先跳吧，先跳。现在先跳的扣一，一起跳的扣二。不可能现在跳完，等一下还跳啊！我跟你们说，师傅老会整活了，我不会整活。这个最近身体过程我们再说过程的，过程等一下再说过程的。嗯、
先跳是吧，家人们？好嘞，先跳。我们这边扣一的比较多，你那边一多还是二多？你看一下，一是一起跳，二是先跳。一是一起跳啊？嗯嗯，过程也要是吗？好嘞，行，一起跳，一起跳，好。来吧，过程你说吧。一起跳。过程。还是痒是吧？还是痒。又痒啊？对，就痒，嗯。来个小野猫吧，不养吗？小野猫，小野猫，小野猫，换一个小野猫吧。嗯，这个。哎呀，好好，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好，就这个是吧？嗯。那我们，过程就飘少的就小野猫，然后结尾的话就是谁输了，你输了你就跳，我输了我就又唱又跳，哎、然后你跳的时候我跟你一起跳。好，太好了，我们就等待着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我们先上个一百票。让他跳起来！今天哥哥姐姐们，咱有小眼睛的话，子辰哥，你现在可以出手了。我们现在开始了，刚刚没有算的。现在我们谁哪边先上一百票？我们先上一百票，让他捞起来。他天天耍我呀！他天天耍。因为刚刚那把我们是谈条件，没有算的，尴尬了。衣服估计穿多了，是个。救命！哦，谢谢我子旭大侠，跳起来！站起来跳！哎呦，我轩哥，这样子侧着。哎，对了，一上。甜如蜜般的嘴角，我是一只性感小鸟。左边，然后右边。好看吧，他们跳得很好看吧，出师不利啊，哪位哥哥姐姐帮衬帮衬，谢谢大家。我们能有散票的我们把散票走一走，还有三个来钟了，不能让他，我们这一局不能再划船，我们这一局不能再输给他，大家一起众筹手一手，是不是他们家老托塔，和尚老托塔好看是吧？谢谢哥哥们，家人们呢，我跳不好看，和尚跳好看，吃唐僧肉，嗯，一人一个小星星胜过一家大飞机，谢谢我哥，谢谢我哥，一人一个梨花桶，谢谢全家都能吃饭桶，兄弟姐妹们，咱们人多力量大呀，一人帮衬一下就不一样了。海之蓝哥哥，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这么说。哦，谢我子轩哥的保时捷，子轩哥说势必今天要拿下妖僧。噔噔噔噔，昨天他们昨天那个大哥呢，在没在？要稳着他点儿。不在的话，我们就趁他病，要他命。谢谢我喜哥，感谢我喜哥解救兄弟。没在是吧？谢我辉哥帅气。来呀，你打我呀！来呀！来呀，跳起来啊！哎，让我嘚瑟了一把。还有两分钟啊，我们不能。哦，兄弟，今天我们是来报仇的吧？对面。最后一分钟拉票啊！师傅，你这舞蹈不够诱惑人啊！跳啥诱惑？我扭扭腰就行了。你这是在扭腰，你这动作。对面王宝总来了，全体准备集合，准备集合，我们等一下一起守个塔，一起守个塔。再坚持20秒，再坚持20秒。教师傅教他跳的挺好的，你在搓澡，嗯，你看这不跳挺好的吗？如此妖娆，如此得劲儿。好，一分钟了，可以拉拉票了吧？闭麦吧。没火箭不行，对面豪横了，家人们这一把。不知有没有天降神豪，
兄弟姐妹们，搭把手帮衬帮衬，灭了他。还有30来秒钟，感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谢谢大家的助力，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还有20秒，对方没闭麦，没闭麦，没闭麦吧。天灵灵，地灵灵，有没有天降神豪帮衬一下，行不行？感谢感谢我哥，我的个天哪，我哥来了，感谢我哥。感谢哥哥，谢谢我宝掌哥。感谢感谢兄弟姐妹们，宝掌哥太给咱们面子了，家人们把咱们宝掌哥给抬起来，兄弟姐妹们瞄准咱们榜一宝掌哥来点上关注。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谢谢我们的雨佳雪，谢谢喜哥，谢谢花艺娘子，谢谢做一个好人，谢谢我们上榜的所有的家人们，感谢哥哥姐姐们把宝掌哥抬起来。一定要给宝掌哥点上关注。把哥哥抬起来，送给他不正常吗？又不是第一次送他。只是我想问问这大哥，不是说你不在吗？哎呀，我今天我记住你了，王宝掌啊，王总，我记住你了，天天都是您打我的是吧？哎，有意思啊！别闹。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可以吗？我要一个理由，我就要一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想看你表演，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想看你演出，我们就想把你那种妖娆来感染我们这份热情。不行，我不能跟你打总榜，我们上次打个榜十啊，榜什么的，打个榜十太好了，你这个提议我觉得更好。榜十，我总榜我干不过你，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好吧，好吧，我打榜十，我不信我还能输你，对吧？这个赶紧的吧，让我干啥来着？伺候上。先干啥？小舞蹈不整起来吗？先跳夜上海吗？还是夜上海吗？啊，不，先唱是吧？你要先唱。你先唱啥？百万个吻，昨天唱我们都没有看清楚。家人们呐，天降神豪宝掌大哥总是给咱们出其不意，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哥哥把咱们解救出来，兄弟们感谢，是你们给了我们洋气的机会。我先吻一吻，我被打成这样，我还能听得出来吗？我在想，我这么一肚子的气儿啊！不要在意这个树影，表演起来吧，音乐声音大一点吧。我想我们先生一定是仇人，不然我不会被你打得那么狠。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我想像你一定百万个来生、啊我只想你一人，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划过我心门。我祈祷着
生有一天能够倒带你一夜纯真。王宝章哥哥总是让我输到底，我有一丝犹豫和一丝不欢喜，不求你能打我一辈子，只希望你能守护玉帝哥哥一阵子。啊，我左等我右等，等你的小星星，还有你们发亮的灯牌。啊，我期待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纯真。百万个吻，谢谢大家。对，就是这么的。不要，我们从来不要医药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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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的妖娆。然后舞蹈是吧？医药费，医药。夜上海是吗？啊，对呀。啊。主要那个白色的那个小床能利用起来不行。夜上海还要带床？夜上海咋带床？你教我跳。今天不要洗脸了，是飘逸的云，我也是这样想的。今天我不会洗脸的。这样子，我来个凳子上的，不在床上的，床上不好跳。好的，凳子，凳子舞是吧？凳子。嗯嗯，凳子上的那个夜上海，这一个吧。兄弟们又开眼了，咱们这还了得吗？还有凳子舞。湖南妹子，四川妹子。夜上海，夜上海，这不是补上了吗？欠咱们一个舞。悠着点啊！
啊，我听到长老在呼唤我。是，我说你悠着点啊。啊，咋了？这那裙子也太飘逸了。穿了两条呢，没事儿。其实不穿这裙子和他们穿的那个牛仔短裤是一样的，就是没事儿的。但是效果不一样啊。关键是大家喜欢吗？这忽隐忽现的，这。那你们喜欢吗？不是喜欢，是刺挠。刺挠是什么意思？是喜欢的意思吗？对，看一眼就浑身刺挠。嗯。哎呦喂，毅力哥哥，这会儿咱们这保长哥哥不在了吧？哥全被你跳跑了。那挺好。为啥跑了？咱们打个榜十行不行？为啥跑了？咱们为啥？太好看了。怕我？毛线！我信你个鬼！太好看了，全走了，受不了。你敢不敢跟我打个榜十？别说打榜十，打一榜一百我都愿意。那就打榜一百。打榜。这小样还打榜一百？行不行？就打榜一百。不大回事儿啊，不就一百吗？一百就一百。俺走了，不喜欢，有人喜欢。巧儿，你别走，巧儿，你别走，把我大姐也给跳跑了。哦，还有个大姐、啊，姐姐，十七级的大姐啊，那个十七级大姐，你马上刷个嘉年华，姐就给你留下了。你难道不要我了吗？姐姐，那你陪你姐姐去吧，那我就走了啊。哎、你选一个，要你姐姐还是要我？你给我回来，想跑没那么容易。对面涨了五六百人，对面，咱们家没掉人吧？这一会儿涨人了。我们应该连麦是两边都涨人，没掉吧？涨人那边还3800呢。我左上福袋开了，一万的，大家抢一下啊！10000的福袋开了，大家抢一下啊！你不要勾引我们大哥。大哥怎么会看得上福袋？你想多了。对，这样，要么我们打个榜十，要么打个榜一百。榜一百我没打过。非得打架吗？咱俩就不能就不能和谐一点吗？愉快一下。啊！你已经把我整得不和谐了，好吧？这连续几把你们友好过吗？把把偷塔，我们家。嗡嗡嗡！飞机一架一架，你们不上，然后最后把把偷我，我这心情能好吗？是不是你把你大哥也气跑了？早就没了，你过来看。兄弟，我把他大哥气跑了。我没别的要求、嗯，就是想看你跳个舞，因为确实太久没看你跳了。师傅，你跑不了，我也不想跑，兄弟们，我也不想跑。晚上和八戒打他，他是八嫂，嗯，取点经。但是我不建议，虽然他是八嫂，但是我不建议，家人们。谁是八嫂了？八嫂是个什么东西？啊？对，她是师娘。好好说话。她是师娘。师娘又是个什么魔杖？抖音真强，遍地师娘。这一天天的，你们这文化文的比较优秀啊！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见谁就，你信不信？见谁就我去整个男团，我整个男团掉一身丫鬟，来收了你们，一群群的。行。师娘八嫂的，你这样，你这把打榜十或者榜一百，你选。你若输了，你就跟我拜堂成亲，我以我们西家天团的名义收了你这个男宠。不用收，我早就被你降服了。他真的，我真的有点拿他没辙儿。他居然不怕我，打总把我们打不过。我们已经输了好多把了。这个可以有，是的，是的，霍霍。那咱俩就娱乐一把吧，就榜一百吧，好不好？榜一百，嗯，那怎么看呀？我没打过，你教我一下怎么看榜啊？榜一百。对呀、啊，这个看不了呀，因为榜单它只有榜、啊。点开以后，就99加那个位置就是榜一百啊。嗯，就是我这个电脑它，我看一下，哦、我拿个手机看不了是吧？那就榜十吧，榜十，简单一点，好吧？嗯，输赢不吃亏，对，
嗯，榜十吧，好吧，榜十好看。那你如果确实要那个，我们可以加一个榜五、榜十加总榜，你玩过没？玩过，但是不跟你玩，就纯纯的榜十，好吧？行吧，那就榜十。欢迎我酷哥哥回家，感谢我哥，感谢哥哥回家，谢谢我哥来了。如果你输了，然后你就跟我拜堂，然后呢，不是要跳舞啊，并且要给我们跳个舞，对呀、啊，先给我请安，然后跳舞，就说，主子在上，啊、嗯，给我请安，然后再跳舞，说西主在上，灰灰给西主请安。以后我就是你的男宠。对，你就是我的男宠啊、男宠给西主请安，然后给西主献上一段舞蹈，嗯，就这样。我输了，任您处置，好吧？不用输，现在我就是你的男宠。你闭嘴！我要靠我的实力拿下来。你来霍霍我吧。拿你的小鞭抽我！我要把你撕成溜溜！我真的现在，我就想得到你的宠幸，你宠幸我吧！我打死他！现在就来吧，不用我说。稳住，我刚刚发生了什么？师傅他是妖怪，对，我就想让他霍霍我。师傅你小心着点儿，这霍霍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霸台大叫抬人了，好吧，半小时的。那我输了干啥、嗯、我输了干啥？你输了是椅子我也看了，么么哒也听了、嗯、哦不，白弯跟我也听了，给我弄个么么哒吧、嗯、好行，好吧，么么哒么么哒，挂了连十分钟的啊，榜十。非得打架，非得打架。那就感觉好像是我非得找你打是吗？那你让我赢一次不行啦？不是，我都答应做你的男宠了，你非得打人家。要靠自己的实力，知道吧？好，来吧，嗯。让他清唱一首歌，让他搞个么么哒给咱们整整，好不好？让他关美颜，过客不好，关美颜干啥？好不容易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你人家关美颜，万一把咱吓跑了呢？万一把咱们给吓跑怎么办？关美颜没意思，对，关啥美颜不好。啊，闭麦了。这么急吗？嗯。这么急吗？嗯。打榜十，我可没时间跟你耗。再聊会儿呗。你们等一下，那个谁，哪个保长、花长、手长、脚长的，一会儿全部几个小号一下子上来，我就啥都没了。好嘞。得有点战术的。师傅开美颜了，开了，关麦了啊。嗯，对，友谊 PK 是这，对对对，咱们是家人们啊，咱们每一场 PK 都是以娱乐为主，兄弟姐妹们，大哥大姐们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输赢咱们就玩一个过程，玩一个开心，大家伙能搭把手咱就搭把手，能加个油咱们就加个油，谢谢我们的雨佳雪，兄弟们，咱们榜十。如果能够赢了他，那肯定在咱们保时捷占榜，家人们。所以说，哪位哥哥姐姐如果方便的话，咱们保时捷占榜，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没有保时捷的话，咱们就这个礼花筒。谢谢我石头哥，感谢石头哥的支持，感谢。现在咱们有一个榜了，哥哥姐姐们，这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把连最最最最最。谢谢我石头哥的支持。最后一把跟他切磋，家人们啊，第一个榜石头哥帮忙站的，还差九个榜，哥哥姐姐们还差九个榜，哪位哥哥姐姐方便咱们一起来站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咱们花艺娘子第二个榜，家人们第二个榜，我去，对面这么厉害啊，榜石挺厉害啊，他站得挺快呀、啊、他
哥哥姐姐们，咱们还差八个榜，对面马上站齐了榜。去观察一下，对面榜石确实挺厉害。谢谢咱们上榜的家人们，谢谢大家，谢谢。咱们还差八个榜呢，对面已经站齐了，马上。谢谢咱们每一位上榜的家人们，咱们还差八个榜，兄弟姐妹们，咱们这一把尽力就好，方便的话，大哥大姐们，咱们一起来助力一下，咱们就差八个榜，哥哥姐姐们，对面最少对面是520，早就占满了，对面是往2000分上打的，对面是往2000上打的，家人们，所以说咱们家现在还差八个榜，如果有好哥哥好姐姐能够帮衬的话。咱们一起来助力一下，打出2000分就能够赢对面，所以说有10位家人帮帮忙，咱们有保时捷的话，咱整个保时捷能够补一个刀的话，咱就补一个热气球，兄弟姐妹们，感谢上榜的兄弟姐妹，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兄弟姐妹们，咱们如果想赢他，就要打到2000分，家人们就必须打到2000分。对面已经满了，是，咱们还差八个榜，兄弟姐妹们，保时捷占榜，保时捷占榜，感谢家人们，有挑战性啊！谢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拜托大家能够帮衬的话，咱们就保时捷占榜，家人们啊，气球也中，对，气球也中，气球也行。输一把，行的，家人们，咱们家还是尽力就好，哥哥姐姐们啊，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还差八个榜，哥哥姐姐们，兄弟姐妹们，还差八个榜，哪位大哥大姐能够帮衬，咱们一起来给加个油，谢谢家人们的助力，谢谢大家。对面的榜石已经全部占满了，对面的榜石是多少，我看一下啊，对面榜石是520，对面的榜石是520，是吧，喜哥？好吧，全赢以后不和我们玩了，算了，让一把吧。行，哥哥姐姐们，行，开心就好，哥哥姐姐们啊，有热气球的话，咱们就整个热气球，咱们把榜石占满就行了。咱现在的榜石是多少呢？是22票，家人们，榜石是22票。有个热气球，咱们能够帮忙占一下的话，咱们占一下，有点画面就可以，家人们，有画面就可以。谢谢大家的助力，谢谢你们。还有4分钟。输了能赢个媳妇儿，怎么也不亏。是的，九天哥，反正都是咱们占便宜。嗯，人都跑完了，我哥，这不是你还没跑吗？我哥，没关系，只要你在就行。我的好五哥，你在就可以。企业文化走起，谢谢您的风筝，感谢风筝的支持，谢谢。最后1分钟偷塔，自己吃软饭了，咪小咪，小咪，我就喜欢吃你的软饭，小咪啊，你就从了我吧。师傅让就是宠，师傅让就是宠，谢谢我酷酷哥，感谢我酷酷哥的支持，谢谢我酷酷哥的支持，谢谢。还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能够帮衬？还有3分钟，还有3分钟。不要偷塔，让于西拜堂成亲。啊、哦！你们都等着他霍霍我了吧？师傅今天咋了？今天没咋追梦，主要是你来了，我激动。
我一点也没有砸，然后我一看追梦来了，我有点按耐不住我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长老你就从了吧，好，我准备就从了他。关键保长同不同意？我哥好哥哥肯定同意。嗯，我哥是咋的都行，他们想让你娶娘子回家。好，那今天反正咱们不吃亏啊。兄弟们，咱们是不是躺平了？咱们是不是已经躺平了，家人们？今天大徒弟跟你一块抓一个妖精。好的，蓝老师。还有没有哪位哥哥姐姐能送个小气球什么的都行啊，家人们。等开席了哈，没问题，哥哥姐姐们。就这挺好，咱们躺平吧，咱们躺平。对面让你迷倒了，嗯，对面已经心智不太清晰了，等着开席。好，还有一分多钟，圆房吧，森，你比我着急，还没拜堂就想圆房，其实我也想圆。不一定能圆着啊。陈安，谢谢我陈安哥。佳辉老师是我们男人的典范，蓝老师你是我的典范，输给师娘不算输，对，咱就让他一把，咱就让他一把，让他也过过年，让他高兴一下。感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啊，大哥大姐们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龙豆豆，感谢豆豆的支持，多谢豆豆。还有最后的三十来秒钟，感谢咱们上榜的大哥大姐给的支持，给的画面，兄弟姐妹们，三十来秒钟。咱们有眼镜的话咱整个小眼镜，有热气球咱整个热气球。兄弟们，蹭点医药费，谢谢永远在路上，感谢永远在路上的支持，谢谢。还有三秒，谢谢上榜的兄弟姐妹们，谢谢大家，感谢咱们的花艺娘子，破费了破费了，娘子娘子让你破费了，谢谢我石头哥，谢谢喜哥，谢谢我们的雨佳雪，谢谢德德，永远在路上，尘埃落定，豆豆，还有明明哥，还有红姐，感谢兄弟姐妹们，哥哥姐姐们，让您破费了，咱跑吧，兄弟们。谢谢，感谢家人们，家人们太给力了，谢谢咱们上榜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辛苦了家人们，辛苦了。跑，对，对面懵了，对面懵了，家人们。
真卡家人们，怎么回事？卡的不行，卡的不行不行啊！看到的就是啥了吗？咋的了？来，不是刚刚卡掉线了，卡掉线了。行，卡就卡嘛。那我们现在开始了，新郎不能跑的，不能跑的，怎么可能跑？来，先给我们先拜个堂，然后成个亲，然后跳个舞啊！有彩礼没有啊？我们上次跟你结婚有彩礼没？不是你咋做好了才知道有没有彩礼？咋的？派个娘家人给派发点彩礼什么的。您先做得好了，表演好了，你请安敬茶做得好了，自然有。我咋配合你啊？头巾，红头纱盖起来，红盖头。不是，哎呀，咋的？快点，咋的？派个娘家人给发点喜糖什么的。七哥过去发个红包。噔噔噔噔噔噔噔。兄弟们，他这是把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哟，你这头纱挺好。来，准备，各位乡亲父老，尊敬的现场各位来宾，此时有请二位新人进入婚礼的殿堂，有请男宠一号家辉哥哥一拜天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拜！三拜你的主儿西主儿，拜！夫妻对拜吗？过来，转过来拜，对。反了。拜！你先拜这边，然后我再随你那边的过去。再拜一下，来，再拜一下。你要干？那过去。再拜一下。随你那边的。不是三拜吗？哎、三还差一拜。啊，然后这样就对了是吧？哎，你等一下，然后有请我们男宠一号辉儿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表演哦，请安，给我们榜上的哥哥姐姐们请个安。从今往后啊，就是咱西家的人了。出了这道门儿，也别忘了咱们西家的魂儿。西西。给您请安了，拜见，西西，你真好。哎呀，宠人家嘛，来嘛，打你，哈，宠什么宠？你在那宠？宠人家。你要给西是这样子，拿个酒杯。酒杯，然后说，宠儿辉辉给西家天团哥哥姐姐请安，哥哥姐姐们请喝茶，知道吧？这个希儿姑娘，好开心啊！在这里给您和您的娘家人请安了，不知娘家人能不能过来送送大红包啊？哎。我们七哥过去了吗？七哥过去了吗？七爷啊，七哥，七爷已经送红包了。感谢七爷。七哥过去了，英七哥，辛苦了，谢谢。谢谢高兴了吧？啊，平开心了吧？年礼。哎呦喂，你也有今天呐！兄弟们，出师不利啊。企业文化，咱们的企业文化就是亲一下嘛。啊，好啦，哎、和尚，你呀、好好的在凡间修炼。好。待你修炼好了，本宫自会接你回天庭。好的。明白吗？好。从此以后，你就是本宫的人了。若有人欺负了你，你就来找我。是吧，七哥你下不了手，没事，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替你下手。行吗？听到没？听到了。听到没？现在我要替我七哥办一件事情。啥？下手。闭嘴。
哦，还有跳舞，对。接下来跳展示你的舞蹈吧。擦玻璃，我要给你跳个擦玻璃，没给你跳过吧？没有，来吧，嗯、让我们欣赏欣赏。擦玻璃。你看那小样往那一躺，这可扬眉吐气一把了呀，这可开心了。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擦玻璃。擦到这儿吧。擦干净了吗？还行吧。嗯，挺好的。你看这不也喘气儿了吗？老说人家，这不也喘气儿了吗？有脾气你别喘呀。哎，行了。累完了。累啦。太卖力了，兄弟们。就好好休息吧。太卖力去了。今天我们这大喜的日子，嗯，你这么累，要不我送你一首歌？太好了，我再稍微的省点力气，一会儿还得洞房呢。你喝点水休息休息。谢谢我们的雅兰君子。让我来慰问一下我们的娘家人。哎，好。唱唱唱，要要要，来，漂亮，怎么样？来吧，我就知道你们想着这个呢。咱们把要字打在公屏上，你们准备好了吗？所有家人们，我们把要字打在公屏上。喂，你要不要跟我处对象啊？要不要和我处对象？要不要把我放心上？要不要和我夜里浪？要不要陪我看月亮？要不要和我有一腿？要不要亲亲我的嘴？要不要送我小玫瑰？要不要和我一起睡？要不要捏我小耳垂？要不要和我睡得肥？要不要再亲我的嘴？要不要拿所有奉陪？要不要把我当心事？要不要和我赌一次？要不要把我新位置全部写上你们的好名字？要不要我为你做饭？要不要我直播你来看？要不要亲我的脸蛋？要不要我来做陪伴？要不要往后和我过？要不要扬帆你拿舵？要不要和我很快活？要不要做我的老婆？这小词儿整的、要不要？要。啊、你不是这么要的，你是这么要的。哥哥。是这样子的，我就喜欢你的这个。算了吧，陛下。你啊，将会是我最喜欢的、最疼爱的一个男宠，记住了啊。回家，兄弟们。
重振旗鼓，明天把他娶了，兄弟们，咱们重振旗鼓，明天娶他。今天不行啊。行吧，退下吧，好好修炼修炼啊。恭送陛下。妹妹你是这回放错音乐了。吓我一跳。再见。起驾回宫。亲一口，糖都败了还亲啥亲。感谢感谢谢谢咱们上榜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辛苦了家人们，师傅要准备用膳了。笑笑你还是你了解我呀，笑笑笑笑啊，还是你了解我。是的，晚总是很漫长。谢谢笑笑，感谢咱们家笑笑送来的亲吻，感谢感谢。这样哥哥姐姐们啊，现在是17:05，天儿也不早了，准备要下播了。因为到5点呢，咱们下午呢就播的时间稍微的短一点，家人们哈，晚上呢咱们要播的时间长一些。单身哥啊，咱们晚上吧，晚上八点半和大家相约在直播间。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您的陪伴，晚上节目更精彩，兄弟姐妹们，希望大家用餐愉快，咱们晚上8点半和大家不见不散。我就下了家人们，我就下了，等晚上没有关注咱们的话，咱们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等一下和南春和连，今天不连了家人们，现在都还3000人。下播了家人们，晚上见，晚上见，晚上见，谢谢家人们的支持，休息一下，晚上见，再见家人们。点点关注，点点关注，晚上见，晚上见。谢谢家人们，没有关注的话咱们点点关注啊，给个关注。